动的家，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的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快乐大本营提醒您，本期精彩。今晚快乐大本营，极品花美男金贤重旋风来袭，尽显王子风范。一二三，三二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好，我是金贤重。谁说王子不能搞怪？他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不可思议运动会热闹开场，我们的口号是25，谁怕谁，拼的就是年轻。一二三，三二一，金贤重五零七，加油加油加油！他不是说的五零一，他说的五六七。奇特项目让你大开眼界。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科学实验站带你见证水的奇迹。更有残酷惩罚，让何老师现场惊呼不已。就意味着几千万人要看到，就是对呀，提前就发的，发送成功了。还有海涛惊喜生日 party， 海涛生日快乐！我觉得生日愿望就是我永远可以跟快乐家族人。今晚快乐大本营，王子帮你实现所有愿望。就在我们脚下出发。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 OPPO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这个王子 style， 其实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男生都有什么王子梦。我到现在我还逼着我的团队管我叫太子。我觉得你是多了一个点，你叫大子就可以。大子
不是因为我怕他光管我叫太子没有说服力。对啊，我还给他改了 OK 叫书童。对，助理叫书童，另外一个助理呢叫 DJ。 为什么太子旁边有个 DJ？ 因为每次都让他放歌。你身上具有王子或者具有太子的气息是在哪里？我觉得你更像狸猫。因为狸猫可以换很像狸猫。哎，你其实我们今天前面不能说太多，因为我们要请特别来宾。对，我跟大家讲，今天马上请出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是让人心情愉快，他可能圆很多人的王子梦，而且他好 sweet、嗯、而且女生都非常的爱他，好多人都是为了他来。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有请装得起了两个非常美丽而且个子非常高挑的漂亮宝贝、啊、来给你这个新的一岁的桃花运，而且戴上非常可爱的生日的帽子，还送你一束映山红。海涛，这个怎么样？第一次在大本营过生日了，有没有？哎，亲爱的朋友，海涛不知道我们台本里是没有这一段的，因为我都已经开始等金贤重了。因为海涛在我们快乐大本营15周年的时候说过，他从来没有很幸运的赶上在我们录制快乐大本营的时候碰上自己的生日。结果今天在录制这期节目的今天，正是我们海涛25岁的生日。所以呢，你们没有想到海涛也老了，对不对？没有，他们说不可能才25。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给海涛准备了生日蛋糕，专门为你做了大的背景板。谢谢。这样还有特别的礼物，好开心呢、啊！还有特别礼物，是这样的，你今天呢？首先你可以说一个你的生日愿望。对，来，我的生日愿望，因为，哎呀，梦想成真了，因为我那个映山红，对呀、啊，哎呀，因为真的我昨天发微博的时候，哎呀，我觉得那个，因为真的这么一大群人，这么多导演，这么多观众看着我。我来的时候就18岁，现在真的25岁了，然后我的青春全在这儿，我觉得我的青春太牛。对了，我觉得耶、yeah! 先说个自己的生日愿望。我觉得生日愿望就是我永远可以跟快乐家族队，你们一定要在我跟你讲，海涛是这样的，你们别抛弃我。我知道，虽然我比你大13岁，但是只要你扛得住，我就扛得住。娜姐比你大20岁，她也扛得住。少来了，我跟她一个年龄阶段的。海涛，说实话，我们满足你3个要求，随便你。现场的，对你想要大家为你做什么事，你可以提三个愿望。提三个愿望。我不要三个，就你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挺幸运的了，然后。我觉得25年来，然后我就发了那个微博，我就把那个话再重复一遍就行、嗯、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我写的简单但挺深的、嗯、我觉得25岁了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既简单又复杂，然后又善良又邪恶，然后我失去很多拥有的更多，我觉得这就是25岁的我。你们，我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了。是什么？你们一人给我说一句话吧。我先说好不好、啊？那个，哎呀，首先海涛生日快乐。我记得海涛跟吴昕出书的时候找我帮他们写序，我当时就是特别感触的写了一段话，就是，就是海涛总说我对他特别好，我就说其实我是有条件的，将来等我老了，我说海涛你要给我养老。一转眼就是海涛都25了，我真的觉得我真的看到他从18岁的一个少年变成现在25岁的一个大胖小伙子，然后我也会守候着你变成一个可以给我养老的
一个大男人。我得多幸福，我可以给我爱你自己。谢谢何老师。好，佳佳，这句话呢是你曾经对我说的，就是我们在飞机上说那个飞机延误了，我们要说我们要跟那个空乘说请你们道歉，这样对乘客是一个尊重。当时海涛睡着了，我就把海涛摇醒，我说你跟我站在一边，我们跟空姐至少理论一下。他就睁开这个不大的眼睛跟我说，我们是一起的。特别没有说服力哈，但是我想说我们真的就是一起，永远都不分开。海涛，娜姐当年说要到学校里给你撑场子，但是后来没有去，因为我们都太忙了，档期不够。然后后来海涛去拍戏的时候我就去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是说特别细心的人，相比他们来说，像特别是何老师、佳佳，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但是我从心里真的把海涛当我的弟弟。海涛生日快乐。尴尬，尴尬，尴尬。我说简短点吧，然后我祝你幸福，然后也请你放过我。那我不如就借这个机会。我也真的说两句，因为我就想说的更多点，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因为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欣姐，很爱欣姐，因为她给了我太多东西，教会我太多东西了。但是我真的因为爱到那个份上了，真的就希望她可以幸福，所以就希望你也可以幸福。谢谢大家，谢谢。虽然我们知道今天大家不是完全为了庆祝海涛的生日而来，但是我们都感受到了你们每个人对海涛最真诚的祝福，对不对？对。愿意的话，特别是在场的女生，我们送一个飞吻给海涛好不好？来，三二一，来。哎，你说那谁看到这场面会不会嫉妒啊？这不是我挑事儿哈。没事。OK，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Okay.是的，今天呢，这个王子 style 在很多歌迷的心中，很多影迷的心中，他是一个四次元的王子。但是呢，对于很多我们快乐大本营的朋友来说呢，他是第一次到访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掌声欢迎金贤重。他是偶像剧里的超人王子，是征服万千少女的韩版花泽类。하얀총이랑바람만있으면어디든갈수있어。他的侧脸美到让你窒息。完美轮廓被誉为行走的雕塑，他是韩国人气爆棚的国民前辈，他的人气横扫亚洲。김현중씨입니다。김현중씨입니다。김현중。김현중오빠축하드립니다。他是唱跳俱佳的全能明星，舞台上最有魅力的花花公子。尖叫吧，让我们欢迎极品花美男金贤重。Jump a shot.
네 몸을 던져봐 네 순간을 가져봐 너의 모든 걸 걸어봐 네 심장을 열어 너 안에 내 이름을 적어봐 I know you want it girl I'ma give it to you girl 날 통해 깨어날 수 없는 깊은 꿈을 꿔 널 데려가줄게 새로운 세계로 매일 밤 망설이지 말고 내게로 와 let's break it down 넌 내게 맡겨봐 터져버린 순간에 Just break it Break it down, down, down Baby 내 이름을 불러봐 Break it down,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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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k it down 이제 나를 느껴봐 yeah.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down. Feel it 지는 리듬에 So crazy 너가 뛰는 순간에 Just break it Hey, yeah. Break it down, down, down观众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来一二三三二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好我是金贤中我想你们呢居然都听懂了他说的是我想你们了是吧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前面是数的数是为了想是一个咒语撑长一点是不是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展示一个很不一样的金贤重除了帅气是可是我要告诉你哦所有人都给了他飞吻当场不认账当场不认账他说再把那个吻还给大家还就还有吻对其实说实话这个金贤重是个很贴心的人、嗯、因为他今天来到长沙之后才听说是海涛的生日但是他也精心的给海涛准备了礼物네네여러분도아시다시피제가이제제일아끼는好像李一小是그래서오늘생일이라그러셔서선물로드리려고가져왔어요他能穿吗살을좀빼셔야될것같은데这么多件啊哪件事啊全都是一套啊全都是这个是连我都嫉妒你了全都是哦这个好沉浸是棉的这个안면식할때입는옷인데这可以拉的선물로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谢谢绝对可以穿可以穿可以穿的那哎那个是可以这怎么办呢这是我的 size 啊这个要不就给何老师算了好好看哦你要跟那个金贤重的歌迷表现态你以后要多多支持他成为他们的一员不然他们会恨你的我一定会多多支持的然后我也争取有一天瘦下来就穿上这身衣服大家以后就叫我金贤青好谢谢恭喜海涛生日快乐哎，其实那个金贤重啊，他在韩国非常受欢迎，大家都知道，他得过很多很可爱的奖项，比如说冬天最想织围巾给他的哥哥奖，还有最想把它缩小放到口袋里带回家奖，还有饭后更最想跟他散步奖，还有雨天最想和他一起出去走走奖，你最喜欢哪一个奖？목도리를짜주고싶은남자가가장마음에드는것같아요你们会想织吗你这样一讲完你这个冬天会有无数条围巾용인회잖아요마무리를되기전에크리스마스선물로여러분들이손수목도리를용만한길이로짜서보내줬으면좋겠어요好感激不仅可以织龙那么长龙还可以生九子海涛你想得个什么奖那我就想得一个半夜饿肚子想跟我一起吃夜宵奖你是那种需要节食的艺人吗我평소에음식을가리곤하지않고요평소에
댄스라든지 운동을 꾸준히 하기 때문에 먹고 싶은 것도 먹고 즐기고 싶은 것도 다 즐기는 스타일인 것 같아요. 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对粉丝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我今天看他来彩排的时候，就是一副跑过来的感觉。谢谢你想得一个什么奖？大家都来帮我收拾房间，讲。 你这个房间乱，好好用啊！什么都可以。你想要这个奖吗？他不太理解这个奖。你想要什么奖？我想就是最想和我一起大笑的奖 ，Smile with me， OK。 OK， 来。OK， 笑啊！为什么我的奖叫表演？他们的奖就不用表演？请问帮他收拾房间怎么表演？表演了。我帮他洗笑怎么表演？预备，起。金贤重有在旁边笑，但是他的笑都是先是，笑的时候也是完美侧脸。维嘉，你想要得什么奖？最想跟我运动奖，跑步。哦，健康最重要。Running with me。Okay. 金贤要表演吗？预备 ，Ready。何老师，你要得什么奖呢？我这样得的就是矮子里面最高的那个人奖。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奖。刚才聊到我们金贤重的完美侧脸，因为有人说他是这个五官的比例啊，包括身材很好，所以他在这个业界有一个非常这个炫的称呼，叫做行走的雕塑。我们就看看他的侧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好不好？好。第一个侧面的表情是思考。重点是他的手又没有碰到自己的头发，又没有碰到自己的下巴，都是虚摆在那儿的。侧面的表情，思念。思念和思考其实很难分辨。很好哎，思考那思念和思考怎么样分辨？不是，思考的时候眼睛是朝下的，就是思念的时候是望向远方的，你知道吗？好准确啊！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短片。其实我刚才，我们有介绍说，金贤重是一个大家心目当中四次元的一个男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这么说你？데뷔초때부터팬여러분들이제가모든게좀남들과는조금다른매력이있다고말씀해주셨어요근데저는잘모르겠어요 就是我们有一个短片，可以看到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好吧？来。四次元的金贤重，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OPPO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我们欢迎金贤重。我们的节目要感谢运动快乐贵人鸟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短片。其实我刚才，我们有介绍说，金贤重是一个大家心目当中四次元的一个男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这么说你？데뷔초때부터팬여러분들이제가모든게좀남들과는조금다른매력이있다고말씀해주셨어요근데저는잘모르겠어요就是我们有一个短片，可以看到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好吧？来，四次元的金贤重。不是所有的帅哥都是花泽类，也不是所有的花泽类都是地球人，也可能是四次元。四次元判定标准一，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星语。螃蟹可以啊，不是神仔是。可以啊，还是帅啊。四次元判定标准二，反人体机能的奇怪表情。四次元判定标准三，无节操、无下限的肢体语言。集齐以上四款，可召唤纯四次元金贤重一名。粉丝们，快快打包带走他吧！大概能够理解了，就是有点不太正常。
金先生，这个是几年前的事情。이게한국에서유행했던하트춤이라는거였어요现在回头再看自己跳那个舞会脸红吗아니요哎，你们没有听到他唱，他唱的《我爱你》哎。哎，你是真的会跟小狗说话吗？글쎄요뭐제가이제강아지랑이렇게몇마디를할수는없지만그냥제감정을실어서말을해줘요其实跟狗不能聊太多，聊不起来，但是能聊起来就太可怕了。聊起来我们就已经很佩服了。哎，各位，严肃一点，他是很认真的。跟他沟通翻译姐姐都不干了翻译姐姐你刚才非常四次元我知道你意思我知道你意思跟狗不能聊太多但是你要用真心跟他聊天那你是用你是可以跟所有不同国籍的狗狗都可以聊还是只能跟懂韩语的狗狗聊我韩国狗全世界공용어인것같아요강아지목소리는뭐배고플때걱정됐을때이런그강아지의감정을생각하면서전달을해주면은조금그래도알아듣지않을까하는생각에那你用真心跟他沟通发出的是그러니까소형견대형견이랑좀틀린데요好认真小狗和大狗不一样听到了我太喜欢欢迎姐姐这段时空了欢迎好舒服小狗和小狗怎么样小狗跟大狗不一样对不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姐姐不好意思小狗和大哎，没事我们坐下来等你小狗跟大狗不一样对不对小狗是怎样的这是小狗 OK 大狗呢戳我们了小狗就是声音细一点大狗就是声音粗一点但是他知道你在说什么 OK 对那我理解对但是小狗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这个汪汪有节奏吗이렇게있다가제가부르면은이렇게쳐다봐요其实狗狗那样的就是哎他也会理你的接下来呢，大家知道那个金贤重是很会讨女孩子欢心，像他刚刚说都来到中国啦，让舅舅坐呗，他们就心花怒放。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金贤重先生和谢娜小姐来一个爆笑大比拼，两个人面对面看谁能把谁弄笑，笑一次身上就要贴一个便利贴。两位准备好了吗？这有礼物吗？有礼物，这个。哦，赢了的有没有礼物？赢了的这个整个给你。娜娜先开始发招，预备，开始。原来他是这种路线的，哎，他也笑了，他自己被他自己逗笑了。都不能笑是吗？对啊，他自己被自己逗笑了。好，来。好，娜娜出招，预备，开始。到今天就今天。他也笑了、啊。他也有笑了。对啊。他每回都是被自己弄笑的。好，来了，三、二、一。来，这写的什么，娜娜？我说，贤重，我是你的亲弟弟。笑了笑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贤重应该写一个娜娜，我是你的亲妹妹。我们可以两边加个外援，好不好？好不好？好吧，好吧。好，海涛。我就一招，我就使个必杀，我就走，好不好？来，一二三，欢歌上身。欢迎来，欢迎。无心上身，啾啾啾。
杨幂。这绝对。我们最后请那个金贤重来一个必杀技哈。他赢了，好可爱哦，你们俩。哎，我觉得他赢了。他赢了是不是？哎，很忍得住哎，但你们俩都很厉害。他的爆发力好强，而且他的发胶好好使哦。对啊，完全没动啊，发型完全没动，看似头发其实是一顶盔甲。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和金贤重进入一场不可思议的运动会。今天一共有三关，每一关都非常的厉害。首先我们进行的是分组，一共几组啊？一共两组。这样吧，你自己选择，我和金贤重各带一队，你选呢？这不好选，选完友情就破裂了。好像你很在乎似的。我很在乎我们的友情，如果你挽留我的话。好，金贤重，他是你这边的，嗯。海涛，你是我这边的，行吗？我就跟着何老师。OK。再见，再见。维嘉。哦，这边还有什么？你选吗？对啊。那我肯定是选择寿星那一边。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那我们两个跟这组吗？好，可以。不行，等一下，等一下，这不行，你他两个女生就不行。那行，娜姐可不比男的弱哎。我们金贤重 OK 吗？这样的组合？哦，괜찮은것같아요뭐굉장히운동을잘하실것같은느낌이나고요啊，我觉得他觉得维嘉稍微差点，我这边还不错啊，不是，他觉得维嘉看起来好像挺能运动的，身板是，그리고我就比较柔弱一点，快咳嗽，좀 아파 보이신다몸이 허하시니까 강한 남자 둘이서 이렇게 지켜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你们也保护我。这样，你们商量一个加油的方式，你们这一队的加油方式，也起个名字好不好？我们也起个名字。哈哈，两组队员都开始了积极的讨论，他们到底密谋了怎样的特别加油方式呢？赶快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要告诉大家，我们这边叫做寿星队。我们的口号是寿星大发25，谁怕谁，拼的就是年轻。我们赢了。你们这边不押韵啊？对啊，我们这边这个就是加油的口号是金贤重来编的。而且你们一定要考虑到金贤重先生是国际友人，他学中文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就临时交给他的，好不好？好，我们再来对一遍。1 2 3，一二三，三二一，金贤重，5 6 7，加油加油加油！再来一遍，一二三，三二一，金贤重，5 6 7，加油加油加油！等一下，金贤重单独来一个，预备起，有，一二三，三二一。金贤重五零七，加油加油加油！哎呀，等一下，你早说的，我们还他中文不标准的，金贤重中文不标准，他说的不是567，他说的金贤重501，你还502呢？五六没有，他不是说的501。金贤重为什么是567？他说的没有，好说嘛。又简单又好说，数字嘛。他不是说的501，他说的567。哎，你们这个真的好好笑哦，是吧？好棒啊！哎，我陪你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啊，全场观众一起来啊！预备，我们说到那个567，我们就不发声，看他。OK， 好，再一次。No no no， don't say anything。OK，
预备，大声的 ，1 2 3 go， 一二三，三二一，金贤重，五六七，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第一个游戏名字叫做抢枕头，非常之简单。第一关抢枕头，两队每次派出一名队员，背靠背站立，随着音乐跳舞，音乐停止必须马上弯腰抢到脚下的枕头，谁先抢到即为胜利，比拼马上开始。好，我们的不可思议运动会第一关呢就是我们的抢枕头大战了。那我们这边寿星队将派出一个人和五六七队派出的一个人来比赛，然后这是一个车轮战，您派谁？好，那么这次激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这边先派出最弱的一位，就是我了。说完要咳嗽两声。哎，这个有一种不同的策略。不是，你为什么要我们先呢？就是然后显出我们有策略。因为我们想根据你们那边，然后我们派我们这边啊。这样吧，两边商量，就三二一，那个人往前走。行，好，好嘞，好嘞，好吧，那谁？我们都说的英文何老师不太懂，我们说的 which one OK 来了，准备好，我说三二一之后就那个人往前走一步，三二一，来，好，两位背对背，放一个狠话，好了，放一个狠话，狠话，星星，你只有横着走出去。星星，娜姐，我下盆稳是出了名的。唐僧 music， 话筒。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我们欢迎金贤重。我跟大家讲，我们开始下午试这个游戏的时候，规则是金贤重定的，他很懂这个游戏。现在由金贤重给你们两位上上课，要怎么样可以赢这个？최대한상대편이엉덩이이렇게쓸때한번피한다음에다시你悄悄跟我说了。没什么，没有说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吗？来，音乐。是是是，这个确实是谢娜赢了，谢谢大家。但是因为。谢娜，谢谢你。在这个游戏当中，上脚没有没有踢自己的队友，没有踢，他下来人已经下去了，他还在抢我这个。我为了你可以跟他说呀，我为了节目效果，我没有上脚。我跟大家说个细节啊，刚才那个我们贤重五牛七刚才说，那个一开始的时候，要先把对方顶出去，然后就先要躲一下，然后他刚才又小声跟我说，他说我是当着大家面说的，那我说了顶出去，他第一把肯定躲，你就直接捡就好了。一二三，三二一，金贤重，五六七，加油加油加油！没关系，接下来车轮战，谢娜你站好，海涛上，放松 music。下盘怎么办啊？这怎么算？赢了，五牛七，贤重，很准啊，贤重哥，现在他拿到了枕头，但是他被顶下来了，算我已经拿到了以后才被顶下来的。After take th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啊，죽고떨어진사람이이긴거아니에요？等一下，我为什么要问他？不是，他很公平的，因为对。不对啊，这不对吧？没有不对啊，你如果赢了，确实我赢了，没有不对，我来。谢娜，你一辈子都在这种体力游戏上获胜。
你觉得有意思吗？有意思。来，音乐起。哎，你别，总总，总总，一二三，停。哎，有药不？就那种跌打损伤的。好了。这边拍拍谁？好 ，OK， 提前中了。提前中了 ，OK。谢谢你。一二三，三二一，三二一，金钱重，五六七，加油，加油，加油！멋지게이렇게준다는생각을안하고그냥엉덩이를먼저밀어버리고여유있게죽겠습니다那你轻松的说个标准的五六七啊五六七耶我喊我喊我喊 OK Come some music佳佳，你试一次。佳佳，你来一个，你跟贤仲，你知道吗？我就看到那个金贤仲弯了一下，然后你就弹出去，然后他真的很轻松哦，慢慢的捡起那个枕头，很优雅。佳佳，你来一个。OK， 我来喊，好吧？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 V 高丽。OK， come some music。配合他吧，真的没有配合他，超有力的。海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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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OK， 哎，金贤仲怕你，他不敢上来。我现在已经把腿上的肉和肚子上的肉都放了。海涛，甩句狠话，你说不敢上就弃权了吧？你说一下。直接来，直接来 ，music。手短呢不是抓到他了但是他抓过来我怕他踩着我手输在胆小 OK 第一个游戏抢枕头大赛我们经过了这个非常激烈的角逐之后这是难分胜负那我们哪里有难分胜负明明是我们赢了好吗我们就这一次我们就暂时的非常勉强的判我们的五六七队赢耶关也就是我们的塑料膜大战耶、yeah! 塑料膜大战游戏规则两队各有一卷塑料膜两位队员报警之后把塑料膜缠在身上同时转圈先把一卷塑料膜卷完并把锣敲响的一队获胜好那你们那边先由谁选呢海涛你决定你和谁转啊你们呢他们两个先让队长娜娜好 OK 好来了对不起大家了这是你能不能享受一点okay, 好抱起来啊、okay. OK 好了 One Two Three
们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哇，你看向先生说一下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差这么一点了。没事没事，别慌，我来解释一下。This is a sad love story。咦，包着哈，摔到了地上。我真的看那边真的好惨，好惨烈。好的，那在这边呢？我们这个方法是他自己想的，是金贤重想的，而且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对，小子挺有招啊。Yeah! 整天没事净琢磨这个呢吧？怎么样，金贤重抱你的姿势是不是很娴熟？我当时完全投入在这个紧张的比赛中，没有试着去感受。要不再来一次？OK， 一共三轮比赛，那我们。寿星队到底能不能反败为胜，就看最后这一轮。怎么可能呢？我们赢了两轮了。不是，他们起码让人赢一轮嘛。OK， 我们再陪他们玩一玩。我是说的是气势上。啊，气势上。OK， 接下来，不可思议运动会马上进入到最惨烈的第三关。第三关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毯子飞行大赛。Yeah!毯子飞行大赛游戏规则，两队各派一名队员从一边毯子飞行过去，另一名队员以接力形式继续毯子飞行回来，先到终点的一方获胜。来，我们各站各队。哎，我觉得要不这样吧，我说我们这一局玩大点，这一局算三分的。凭什么呀？因为算三分，那三分我们前面两我们前面为什么你们赢了就五分，我们赢了我们就反败为胜，多精彩。为什么呢？那么激烈的比赛，我是寿星。不行，不要尊重一下来宾啊！金贤重说行不行？这一把算五分好不好？不用不用。생일이니까그러도록하도록하겠습니다3점으로하겠습니다오빠 thank you 스미다我们直接来比赛好不好？来来来，别喊狠话了好不好？因为我要谢谢金贤重把这三分让给我们哈。里面还是耶。怎么回事啊？你去哪儿啊 ？No！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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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他！加油！加油！三分嘛，真烦人，没意思嘛，这游戏。我刚才也说不要的。那最后一轮怎么玩啊？我也说不要，他没听我。而且我没想到何老师会输的，因为他教阿拉伯语的。你有让吗？阿拉伯本来就出飞毯。OK， 非常开心。哇你，耍诈，什么都没拖住。所以我们现在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有几分了？哦，五分，对。OK， 五分了。好，这个成绩非常不错，马上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惩罚。惩罚不错呀，我说吧，惩罚。好，你说吧。还是我说？你说吧。就是输的那一队背着赢的那一队的队员绕场一周。一二三，三二一，金贤重，五六七，加油，加油，加油。那换成享受，享受，享受。享受，享受，享受。来教个东北话给你。享受，享受，享受，享受。哇，他好标准哦，他都不被带走。来吧，谁背谁？你让谁背？那저는谁背你？我，지표저희팀이이기고있으니까생일선물을한번더드리고싶어요우신씨를얻을수있는기회를드리小伙子很八卦呀。
逼呀奶。欧巴 ，Thank you， 思密达。算了算了。我觉得按规矩吧，啊、矩吧海涛背金贤重，我背娜娜，吴昕背、啊、我背佳佳，吴昕背娜娜，好， okay、吴昕背我、啊，好，好吧？你不是要背我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背你？你眼睛里面在说着，我背不动你。来来，让我们扬眉吐气词，特别是让娜姐背上我们的时候放一首《猪八戒背媳妇》，绕场一周、哦。那个欢快的音乐响起来，让我们的韩国朋友感受一下我们热烈的气氛。哎，放骑马舞其实更好。下，何老师你手快一点。真心不行了，哎，欣欣，你知道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对这个节目萌生了退意。我背得特别轻松，因为他上来一跳就跳到我这儿了，所以我背着。与其说是你背着他，不如说是他卡着你。好，刚才这个环节非常的开心，有没有？我们这个时候对金贤重进行一番深度的访谈，刚才你享受吗？제가실제로말을타봤었는데어말같이되게안락했던것같아요안정감있고潘姐姐又疯了我真的骑过马他真的骑过马然后呢跟你感觉一样跟那个感觉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科学实验站喜欢科学试验吗？네제가이제어렸을때꿈이과학자였었어요가수꿈전에요接下来呢，今天是海涛的生日，所以呢，我们海涛关于水，他有一个绝活要亮给大家看。是的，大家知道我一到这个啊的环节呢，就有一股神奇的魔力笼罩在我的胸怀。今天呢，很厉害，我要挑战一个，我挑战一个近景的魔术，有请黑衣人。现在推上道具的是我们的小黑，接下来呢会有一系列很恐怖的事情发生，那这个呢我也没想到，没有我被水吃了，我也是通过一系列的训练和一些神奇的力量而达成的。那接下来我要挑战呢，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要对抗地心引力。哇 ，Magic！ 那首先检查一下我的道具，一共有四样东西，一个是很简单的塑料片。不是应该让金贤重检查一下吗？欧巴可以看一下。欧巴，我看 ，look， 思密达。OK，OK。啊 ，Take care， 小心。这孩子什么都接下来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蓄水杯，很简单。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要看呢？欧巴，思密达看一下。OK。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有点重。接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水了。接下来普通的水吗？OK。可以确定它是普通，没有刺激性气味气体，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水 H2O， 有毒， yeah. 化学式5-6-7。接下来我要做这个事情很简单 ，OK， 我要把这个水倒到杯子里面。好 ，OK。金贤重是个好人，他全程都非常捧场，但心里想的是，这个动作不是很简单吗？大家可以要，可以就问还要不要加？因为每加一毫升水，加都对我的加满加满啊，加满加满喝，干了，听上去好
上酒。干。这样吧，涛，涛，我干了你一半。这一半也不差。那接下来所有的神奇、所有的魔法都会发生在这个透明的片上。那这个呢？希望传说中他需要一个帅哥的吻才可以。没错，就是我的吻。需要一个帅哥的吻。导演在催进度。请赐予他一点力量。导演在示意你那个海涛。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的魔力和这个吻。接下来你们要看到的就是对抗地心引力。哇 ！Undo it！ 大家一定疑问，这个水是不是只能这样，只固定到这里？不，它也可以出来。哦！哇，又停了。再出一点。再停。哇，哎，这真的很酷哎。Magic amazing。 OK， 原理是什么呢？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原理才可以发生这样神奇而又魔幻的事情呢？接下来有请我的海尔兄弟。说是你的魔力吗？什么都知道。其实很简单，大家看到这个瓶子呢，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是有用一些滤网隔过的，所以这个大出口就被隔成了无数的小出口，水分子跟这个每一个孔呢就形成了表面的张力，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压强对抗住了。那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蚊子不是可以在那个池塘的水面上爬行什么的吗？都是这个水面张力的道理。哦，所以当它倾斜过来的时候，每一个压强也就改变了，每一个方格里面的压强被破坏之后，水就流出来了，倒出来。OK， 这样放着它压强就相等的，所以就张住了。金贤重先生，你想试一下吗 ？You want to try？ 这样，这样，你喊自己干嘛？这样，这样，哇哦！那个一个吻，一个吻。可以，那，哎，等一下，可以直接这样吗？那，不行。我倒是亲的猛了点。要去抽走底板，哎呀，小伙玩的可开心了，让你斜一点，这笑耶，哎，教他中文，这个原理叫表面张力，表面张力。有一个哪里的口音啊？对，是东北的吗？OK， 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原理，叫做表面张力。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原理示范。马上今天会有两个比赛，而且今天两个比赛都有非常非常恐怖的惩罚。我们马上进入的是第一个水滴考验，有请黑衣人上道具。我们黑衣人已经在这个一元的硬币上。滴水滴到了饱和状态，接下来由场上的六个人依次用针管往上面滴两滴以上的水，多不限，谁滴到整个水溢出来，谁将要接受惩罚。我们的惩罚是这样的，每个人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自己的微博 8 显现出来的第三个人发一条微博，至于发的内容是什么，要等游戏结束之后我们才知道。很简单，这是金贤重的微博哈，大家看到。好，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到大屏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微博。这是金贤重真的在用的微博 ，OK。哦，你微博全是工作哎。点这个啊，发表新微博，然后再点 8。没有第三个，只有第一个。关注了几个人？
一个就是这个 SLA 文化传媒是吧？就经纪公司。你的生活好单调。这个手机交给你了，接下来我们看佳佳的第三个人，吴昕。谁是我？你。海涛，我跟你说，你有竞争对手。把手机收好，我们先让金贤重来，慢慢的啊，你别第一个就破了、哦。然后由金贤重指定下一个人是谁。哦，到底是抱过的。嗯，交给我，交给我。我们毕竟是一对，我都排好队了。没有，我们是一对的。小心啊，不要晃啊，不要晃。哎呦，哎呦，谁要啊？大家赞美一下我呀！你是优先，你是最漂亮的， okay. 不用说了。好，别慌啊，别慌啊。哎呦！哎呦我的妈呀！那个不是掉出去的，是那个。OK， 我知道。星星，你给谁？给你哥吧。嗯，你们来夸我呀！星星，星星，我祝福海涛放过你。不是，海涛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他要发给第三个。海涛是绝对不适合你的人。让我来，我放过你。哎呀！海涛，我跟你说，肯定要做到啊，海涛。海涛，我跟你说，我只用在舞台上小小的跺两下脚，这个就出来了。近一点，近一点。还没有出来。海涛，我祝福你和欣欣。一动不敢动。我的个妈呀！哎呀！哎呀！哎呀！怕吧？我给金贤重。天了啊！手抖的呀！这会给我又多加了两下，佳佳夸我呀！我先试试，好。太高了！哎呀哎呀哎呀！耶！两滴，两滴，两滴。等我两滴，是两滴，两滴，我是两滴。好，你给谁？我是两滴。你给谁？你给谁？你给谁？金贤重，你做好准备。出来了，出来了。啊！进广告，进广告。太恐怖了。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啊！哦，金贤重，怎么到我这破呢？到他这坏听呢？孩子手是开了震动吗？OK。等一下，里面是口水井吧？哦、好，金贤重跟我杠上了是吧？啊！彻底垮吧，这就算可垮了，垮了，垮了。@微博的第三个联系人说：“我们在一起吗？”要发出去。给傅海涛有什么那个什么呀 ？This is a sad love story. OK， 发发发不发？三三三。金贤重发的，发送成功了。哎，我这边哎，你这个幸灾乐祸的。我没有，我给大家讲一下原理吧，要不？我给大家讲一下原理吧。刚刚还。
海涛为大家演示的是多个表面张力的集合，是一个团结的力量。那刚刚那个呢，是一个硬币表面的表面张力。好吧，这个我们所有的朋友回去也可以玩这个。对，如果你们家里没有针管的话，用吸管也是可以的。对，好不好？还挺好玩的。但是注意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我们来真正的今天的大游戏了，我们掌声有请黑衣人上道具。好的。刚才输给了金贤重，我非常不爽。이번에잘해서이기시면될것같아요。这因为太不爽，所以我不参加这个游戏。而且，哎，你那个发过去，大家也不会那个。没有，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也要特别跟快乐大本营的观众说，我们快乐家族永远在一起。而且今天是海涛的生日，我也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也是，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我一辈子都愿意跟海涛一起共同打拼，让快乐大本营变得更好。哇！谢谢马老师，谢谢快乐家族。好，我们的比赛是这样的，接下来是个大型的游戏，我们分成两组。好。你介绍你那边。我这边呢是海涛跟佳佳海尔兄弟一组，就介绍我们这边的必胜。谢谢你们啊！而且没想到只有三个人鼓掌，还有打哈欠，真的是。我们叫必胜组。就听得出大家还是控制了，没让我们太难看。好，必胜组很简单，因为大家刚才已经见识到这个水的表面张力的厉害。我们接下来就要大家用。这个水杯呢来接力，对对对，接力接力的方式把水呢送到那边的桶里面。好，两边依次比赛。那输的人就是运的水比较少的人，就要把自己水桶里的水全部喝掉。真的假的？喝掉。而且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在我们背后呢有马栏山 F4 的沙袋，这是谁呀？这是，不认识算了。有本事冲他喊破呀。啊，就是这样。我们比赛的时候呢，另外一组的两个人负责摇晃沙袋，是喝自己的水还是喝对方的水？哦，喝对方的水。哎呀，那就是本来我们说我们商量了半天，喝多的水，喝自己的水呢，那我们就索性输了，就喝对方的水，喝倒一滴水在里面。喝对方的。OK， 那我们呢，就是看看金贤重和娜娜这边必胜组能够运多少水。来，各位各就位，两分钟计时开始。小心水不要歪，水不要歪，小心水不要歪，快走！没有了，没有了。好，回来，好上，娜娜。现在时间过去了28秒，各位请注意。漂亮，娜娜找到了。好，回来，娜娜快回来。好，金贤重出发。哇，娜娜这回好棒啊。现在时间还剩30秒钟，漂亮，金贤重。没有了，没有了，已经。你们放过他吧，你们放过他吧。好，还有20秒。3、2、1，耶！哇！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金贤重在最后找到了方法。金贤重先生，对于你自己在刚才游戏当中的表现，你如何评价？啊，맨마지막에방법을터득한것같아서좀아쉬운데요。嗯，최대한。방해를잘해야될것같아요。哎，采访一下我吧。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比赛了。我等一下我吧。好，娜娜，你的心情是？我觉得好，谢谢娜娜的表现。那谢谢。好的，请讲。我觉得刚才在这轮比赛中，我用我瘦小的胳膊撑起了整个队伍。OK， 好，两位 okay, 请就位，加油。好，这边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海涛跟维嘉，因为现在我们的跑道比较滑，所以请你们注意安全。两分钟计时开始。海涛出发。哇，好稳哦，这胖子。哇 Vega 出发，小心。我只能说每一队都有一个金钱重啊。还没有，还没有，时间过去一分钟。回家，回家。不可以用手挡哦，不能作弊哦。哇，还剩30秒。3、2、1，时间到。看来这个呢，我们看到的是海涛跟维嘉和海涛的成绩。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我们马上要看一下娜娜和金贤重的成绩了。我们看到娜娜和金贤重组成的必胜组，以微弱的优势。再来看一眼，再来看一眼，微弱的优势，甚至有可能是因为桌子不平。不是不是，你看着一点点，但是确实是他们获胜，所以接下来由寿星涛和嘉野把这一桶水喝完。这是干净的可以饮用的水哈，来。从上一把那个硬币滴水开始，手就开始震动模式，震动模式。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别忘了，这里还有一点呢。哎呀！来来来。我们用掌声再一次感谢金贤重今天来到我们的高高。谢谢。下周六晚《快乐大本营》，精彩抢先看两大青春热播剧《麻辣女兵》《艾米加油》，热力来袭，俊美如云，青春成群，非常养眼。马栏山旱地游泳大赛，笑料百出，海涛能否成功逆袭，摆脱衰神命运？因为海涛暗恋一个女生，但是又没有得到一个女生的一个悲情英雄。然后我观众朋友们，其实我暗恋吴昕也。更劲爆，何老师辞职疑云。今天这一期节目真的很不一样，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主持《快乐大本营》了。那你一定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去处。大家好，我是易中天。我才是易中天。我才是。两大易中天现场 PK。最近比较流行江南 style， 五八杠的 style。这是我听过最棒的版本的江南 style， 还有最精彩的《谁是卧底》又来了，从不让你失望，这次特别好笑。海涛是不识字吗？我没弄懂。因为题目出的已经超出了海涛的一个文学的一个范围了，他也不知道。
知道该怎么来说。不行，加肉肉。卖什么萌啊，还肉肉。加菜菜。还有两大剧组，赌上名誉，超级大对决，三大爆笑游戏，点中全场笑穴。不战难呀，不战不战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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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吧冲！小伙你稳呐！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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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哪队会赢得终极奖励？哪队要惨遭恐怖惩罚呢？不要错过下周六晚《快乐大本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就等我打完这个嗝。好，那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谢运动快乐贵人鸟和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如果你也具有娱乐精神 ，Happy Birthday！ 耶、yeah! ！祝海涛生日快乐！谢谢。Never love.